台湾，优惠民众的小活动，为什么总是容易失控呢？十年开始只花200位，严重的言论欺骗消费者，没有去思考做一些很基本的做人的那个道德上面的一些要求，不值得，时间成本不够啊。怎么样唤起那个同理心，培养良好的情操，包括有好的宗教信仰，在我们现在脑科学来讲，它是最有效的策略。